吧，我以前看过一个新闻，一个男的直接可以进后台用别人的钱，离谱的一逼被抓了，然后他好像用了100万被抓了，他直接登录别人的后台去用别人的钱，很夸张。更多火药，动动手，这才是正确的玩。你看起来他很穷，其实这个人挺聪明的。他前面归巢里避免了被消耗，你要他现在就留好这个状态，找机会直接拉我，这样才能打得过团团。他这种玩法是正确的，你明白吧？他要是前面疯狂被我消耗，那他升到2、3级，基本上就是在后面全挨打。他现在就是很有机会，直接找我，以我摇跟我打架，看到没有？直接走出去。What the fuck?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? What the fucking doing? Holy shit! Shut down. 林馆长在不在？我的英文包不包准呢？这个他这个找机会是没啥问题，但是他这个是思路有问题。不是说思路有问题，他这个想法操作有问题，他是 A 接 W 去打的，不应该。如果我是真诺手的话，我这波 W 直接身位往前拉，哪怕中了筒子也没事。这么说你懂吧？直接打人，因为开了几炮，你哪怕用闪现夺筒子都是必杀的。他这个思路真没问题，他只要是用闪现夺筒子都是必杀，就是操作这个非要 A 接 W 去打筒子，然后少了2层，这样这个血路早出了。 A 接 W 打人，闪现夺筒子都是必杀，就他开了几炮的情况下，我交闪是没用的。一次转身少不了，再出来就，我要点了，给个点了，很 Q， 然后他还能混到助攻里，挺 good 的，挺 good 的。我看起来没有耐心吗？他这么追，那就中单也来了。饼干回不过来了，能杀吗？还行。哎，别搞我兵线，大哥，能不能不要搞我兵线？我这兵线挺好的。我先 Q 到一下，找机会，不要被他拉了。够了，我上路也沦陷的，坏了，还是着急了，想打优势，妈的，今天回去大石头忍着，太想打优势了。在这里回城，一回打断城，我把这波线清完，直接开大打，把他打断。他有护盾加成，他们中单也很肥。我上路这个经济拿完了，拿了个医学塔，末日这波可能会跳，小心一点。有点烦，你炸到了。伤害怎么这么低？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哟，我操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Good morning。溜了，我有点是阿白。
我有点事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听我说，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。谢谢蹦沙卡拉卡送的粉丝爱心。他没大，他没大打，怕什么？怕什么？打打打，他都没大，你怕他更卵？快走快走，他们下路来了，快跑。还敢过去，不管他，不管他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过去。下路都到中路露头出现了，那就回家吧。回家他们应该不会推了，他们应该不会推高地，这波二塔是守不了的，我回去就铁定亏，我不回去我还能推下路。他们要是推高地的话，那我就开大手，知道吧。这波没有必要回去守，这波回去守很久，别开大手，不用管。然后下路推一个二塔，那就是二塔换二塔，本来是亏的局面，那就变成不亏了。看，那这还亏吗？不亏了呀。你看，如果我这波回去的话，能怎么样吗？不能怎么样。我要是回去，他们反而还跑了，可能。看到，哎，团长来了，九轮不打，对吧？我直接开一个大解决，然后我下路杀了，这局面一下就变好了。他们能打吗？哦，有剪刀妹应该能打。那我下路把人勾引过来，下路再推，他们会过来守塔的。我要是回去守的话，可能就没有这种局面了。守一波，推一波走。他下来推线就行，那队友就来得及把大龙打了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，不推高地，推高地没用，推高地不如把野区吃完。主要是末日来了，我那波线推完我就想走，他来的话我也不一定能推得完。下路吃不去，你要吃吗？真的你要吃，这波给你吃，我吃下过去。上路没线，没办法。不打石头的。你拿那个 W 结束，他那个 W 是能挡我 Q 的。不要靠近我，因为我知道他可能要跳大的，走了。桶子不够，我只有一个桶子。他给我发问号也不要管他，我知道他背后肯定有人来，我这波是不可能上去 A 的。你要是想着他人头失去了理智，你这波就死了。你正常的话，很多哥们这波正常来说肯定是要想上去 A 这个诺手。但你看我想要上去吗？我根本就不上去，我不可能上去。正面给个大，我下路把刀地开，正面队友应该能解决。哎，我的平 A 被挡了吗？我操！哎，这么久吗？哎呦，我蠢了，我操！他那个 W 时间好久。这波闪现一定要果断了，完！还行还行，我操，他这个大招有点夸张，我 A 他不掉血。这不就拿下了吗？
beautiful. Victory. Li Jie Fei 了吗？喂，是妹妹吗？啊？弟仔没有你粉，算了吧。卡了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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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把语音关了，我好卡。